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的叫做认识实验室。第一个是了解实验器材，就是我们昨天在实验室写学习单做的事情。这个叫做烧杯，就是通常用来装东西。烧杯呢，基本上可以加热，但通常是间接加热，底下要各设一个所谓的陶瓷纤维网。古时候叫做石棉芯网，但现在石棉禁用，所以叫做陶瓷纤维网，为了目的使它能够受热均匀，所以不要直接加热，以免受热不均，它就会容易裂开。上面有一个弯的地方，那叫做流，就是某个地方把它倒出来，把东西倒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要沿着波棒倒下来，待会会有图片你看得到，沿着波棒，为什么？不要让它到处飞溅。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，很多动作都是要避免倒下去的时候会喷来喷去的，溅来溅去的，所以要沿着波棒倒出来，以免液体溅出。然后这一型瓶啊，它的下面宽，上面窄，然后很适合摇一摇，所以东西放在它摇一摇，晃一晃，它能够充分的均匀，充分的混合，那是这一型瓶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怕有些石头上面塞住，它们有塞住它的，免得有被碰出来什么之类的 ，OK。好，这叫过滤瓶，跟刚才锥形瓶基本上长得一样，只是旁边有一个出口。因为我经常是为了要它能有东西跑出来用，从那边跑出来用，所以有一个出口。然后呢，本来是要接抽气装置的，我们国中的实验没有抽气装置，没有抽气装置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啊，那我们在国中理化做实验，经常不是这样做。就是还是拿锥形瓶，然后塞一个塞子，塞子上有两个洞，一个洞进来，一个洞出去，这样子达到我们所谓的气体跑出来的目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你知道这玩意叫做过滤瓶就可以了。然后叫试管，这个理论上在生物课看过，对不对？都看过。然后放一点小东西，然后观察状况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。那么它呢，基本上也可以拿来加热，但是呢，你看这个也可以直接拿来加热。然后呢，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这个试管口因为实验的结果的关系，有的时候试管口要朝上，有的时候试管口要朝下。但是不管朝上还是朝下，都不可以朝人，都不可以对着人，因为有些东西会很剧烈，然后喷出来。这个我小时候做理化实验做过一个，它就会蹦出来，然后像高射炮一样喷出来，喷到天花板上面去。所以不可以朝人，也不可以用眼睛看他，你要他眼看你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所以不可以朝人，不可以朝人 ，OK。然后就是试管夹，上面是金属的试管夹，下面是木头做的试管夹，好，来就是试管夹夹试管用的，夹试管用的，然后拿去加热啊干嘛？然后呢，叫你不要直接拿了，怕你烫到了。我们会不会再跟你提过热或过冷的东西都要小心，都要小心 ，OK。试管夹夹试管用，然后呢，要接近那个管口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也这样子说，就是说，然后就是在下面加热嘛，那上面就不会太烫，上面就不会太烫啊。然后呢，当然那个是木头做的，就更不可以加热在木头上，它烧起来，烧起来。OK， 这叫铁架、铁环跟广用夹，啊，就是让你放东西呢，架起来，吊东西挂着，啊，挂着了，然后呢。那这个下面那个铁环就会垫一个陶瓷纤维网，上面放个烧杯来加热啊什么啊的，看一下。然后呢，铁夹广用夹可以把它固定住，抓起来固定住。这个未来你们做实验的时候会看得到它。好，就是不同的这铁环的样子跟不同广用夹的样子，掌握它的形状，就是让你夹住它、固定它、摆它、摆东西用的，啊，欣赏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研波基础，那就是。直坐的放东西的 ，OK， 来，请注意，研波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是东西放下去，杵压下去，用压的，用磨的，听懂吗？然后把它磨碎，不是去看到电视上面拍那个做马吉的，控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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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样做的。啊，你下去吗？不要跟我这样敲，因为这样敲很容易就会断掉，你这样敲很容易就会断掉。你下次做实验，谁给我做马吉，我们就敢扒了。就对，不是用磨的，压下去用磨的，不是痛痛痛痛用敲的，
啊，不是认。你看那中药店，中药店有个中药店也是这样子，砰砰砰砰，这样，它这个是瓷做的，容易断掉，容易断掉。OK， 注意它的使用方式。然后呢，像它基本上不能够加热，对吧？不能够加热，用完之后洗干净，洗干净，保持干燥。然后呢，研磨可能会使温度升高，所以不要做容易碰掉的东西。当然，国中是不会有这玩意儿，国中是不会有的啦。可是你上大学就不见得啦，啊，就可能会这种危险的玩意儿啦。所以呢，良好的实验习惯要从小就要养成啦，啊，都要养成啦。否则你上大学就可能会出事啦，有的就会出事的。OK， 好，表玻就是一个圆圆的打玻璃，它、啊、通常是放一点小东西让我们观察、欣赏一下的，想欣赏一下的。然后呢，或者是我们有做实验，把它当做盖子盖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弯弯的这个面呢又放在下面，然后呢，水蒸气蒸发，然后凝结，就顺着要流回来，流下来，流下来。OK， 就是表玻璃，玻璃。OK， 然后叫蒸发米，就来做蒸发用，蒸发，让它晒一晒，煮一煮，让它能够有蒸发的作用，让它可以有蒸发的情况，这就是蒸发米。然后呢，也是一样，它有个流，从这里把它倒出来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倒出来，倒出来啊，就是也是一样，沿波棒倒出来，目的也是一样，避免它到处溅、到处喷。OK， 我们做很多的目的就是不要它到处乱溅、乱喷就对了。刚刚跟你讲过，就是有关于蒸发皿的部分。